好，等一下我们在游行的路上，我们就可以这样一直喊吼，然后一边反核一边帮台湾队加油。就是给我心情的吧。还有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，例如范家先是投手啊，兄弟，我很希望他要三振的，我们都会喊范家三振他，三振他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现在改一个口号，就是核电厂啊，核电厂，滚出去啊，滚出去！好，我们喊核电厂啊，核电厂，大家喊滚出去啊，滚出去 ！OK 好 ，OK 好，好来哦，来哦，这边喊越大声，今天台湾队全力打，越打越多支哦，好不好？会飞出去哦，好，准备好，好来，核电厂啊，核电厂，滚出去啊，滚出去！大家都会喊一个，假如今天说我支持洋基队，我们都会说 Let's go Yankee。 那我们等一下来喊一下 Let's go 台湾，喝点滚蛋。好，我们可以一起喊，一起拍手。来，我数到三，大家一起 Let's go 台湾，喝点滚蛋，这样子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 Let's go 台湾，喝点滚蛋。就喊大声一点，好，今天台湾一定会赢古巴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台湾成功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赢双赢啊。实在太感谢考秋琴，还有我们在场这些热血的公民。说实话，昨天晚上哈，棒球输的时候，其实大家很难过，但是我们都觉得，只要我们重整旗鼓，我们还会给下一场赢回来。但是，如果说实话，棒球会赢回来，但是台湾如果发生一次的核灾，台湾就永远没有机会赢回来了。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站在这边最主要的原因。这是不能够赌的风险，这是不能够赌的危机，这是不能够赌的未来。所以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听哦，这边有很多龟。有龟苓膏啦，我们要吗？我们喊一下。这边放啊，龟苓膏不要。和田龟苓膏，和田龟苓膏哪边？请郝秋琴将会发核电龟苓膏给大家。大家不要抢了哈，今天还是我们还是那个安全第一哈，安全第一哈。那我们后面的风铃大队的朋友哈，那个我们前面的麻烦就慢慢发哈。讲说尽量这个大家很辛苦，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哈。我们的第一大队、第二大队、第三大队已经出发，现在出发的是第四大队。我们最前面这个是我们的我是人的公民大队哦，我也即将出发，请大家开始做一些准备，开始做一些准备。我是人大队即将出发了，出发前大家要准备喊口号，但是呢，在我们喊口号前呢，还是再来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今天游行的一些路线跟状况哦。我们大概的整个游行路线是从海拿格兰大道出，到回到海拿格兰大道，约晚上6点，在这个舞台，我们将有个晚会，要持续到晚上的10点，而10点过后呢，会有海拿格兰大道的守夜行动。那在这个守夜的行动，会有非常多。艺人，还有我们的导演，我们的诗人，我们的作家，还有声音团体，都会一起留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，跟各个帐篷。那每个帐篷会设计活动，所以呢，今天整个我们反核的行动呢，除了游行之外呢，也非常欢迎大家走回来凯达格兰大道的时候呢，就留下来参加我们的游行。如果我们还没有过，照例我们都没有晚会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实体的应届的朋友，还有艺人朋友，还有文化界的朋友，还有戏剧界的朋友，还有在界的公民朋友，都可以在这个地
们实地而坐，在帐篷里面讨论我们即将面对的难案。而且我们在晚上半夜的时候还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大家共同来彩绘我们的反和旗，因为我们会在明天的早上共同升旗。